面进入2016高雅艺术进校园，江苏省演艺集团走进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《红楼梦》主题民乐专场演出。尊敬的各位领导，亲爱的老师、同学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87版电视连续剧《红楼梦》主题音乐会。首先，请允许我做一个自我介绍，我在87版《红楼梦》剧中扮演柳湘莲和北静王，非常高兴。谢谢，谢谢同学们的掌声。非常高兴主持今晚的音乐会。2年前，我参加了中央四套录制的《红楼梦》中人。当年王扶林导演说了一句话，我至今难忘。他说：“如果87版《红楼梦》是经典之作，那么当之无愧的，首先是王丽萍先生用4年多时间精心打造的1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乐曲。作为演员，可以这么说，我们是听着他的音乐一步一步地走进人物内心的。担任今晚演出的是江苏演艺集团民族乐团指挥，著名指挥家、作曲家王爱康，掌声有请。
几本《红楼梦》促成了我个人的姻缘，我和剧中香菱的扮演者喜结良缘，她的名字叫陈建月。香菱在剧中是个悲剧人物，迎春、方官、五儿等众多悲情女子在凄婉的音乐声中显得格外的凄凉，让人不禁潸然泪下。接下来请欣赏江苏演艺集团优秀青年歌唱家周磊为我们带来的《紫菱舟歌》和《探香菱》，掌声有请。Thank you.
当年的电视剧中，宝黛的种种爱恨纠葛，怕上青丝千万缕，笔尖心事一行行，许多经典的画面仿佛历历在目。林黛玉终其一生只为将哀若生命中全部炙热的情感化为泪水，报答平生唯一的知己贾宝玉。二胡的低婉，古筝的凄美，用音乐讲述这段百转千回的暮时情缘，真可谓蔓延红袖替痕重，更有情诗报恨长。接着请欣赏琵琶三绝和枉凝眉，掌声有请。I'm
充满悲情色彩的《红楼梦》也不乏欢乐的元素。上元节乐曲节奏明快，洋溢着浓郁的节日喜庆氛围。在诙谐幽默的曲调声中，刘姥姥这样一位善良淳朴、智慧幽默的庄稼人形象跃然于心中。接下来请欣赏上元节和刘姥姥，掌声有请。
探春远嫁，黛玉伤秋，这些能触动灵魂的空灵旋律，透着深深的孤寂和萧条，剧中人悲怨无奈的身世和肝肠寸断的情感，拨动着听众的心弦，让人回味无穷。下面再次有请周磊为我们带来《风骨肉》和《秋窗风雨夕》，掌声有请。
《红楼梦》中有三个性格刚毅的女性，才自精明、志自高的探春，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王熙凤，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晴雯，一曲曲悲歌娓娓道来，踏歌寻梦，感受《红楼梦》中人满腔惆怅和无限感慨。掌声欢迎来自南京师范大学优秀声乐教师范宁宁和周磊为我们演唱《红豆曲》，掌声有请。Oh!
接下来请继续欣赏江苏广播合唱团的艺术家为我们带来的《聪明泪》，掌声有请。晴雯是《红楼梦》中最具叛逆性格的丫鬟，怎奈红颜薄命，英年早逝。下面这首《晴雯歌》就是为其而作，听此歌想其人。下面为我们演唱的是江苏广播合唱团各位艺术家，掌声有请。
葬花吟是《红楼梦》音乐的点睛之笔，黛玉以落花自喻感怀身世，作曲家更以当代人的视角将低头探花提升为昂首问天的人文高度。接下来我们会欣赏到用两种不同艺术形式再现的葬花吟。首先请欣赏二胡演奏的葬花吟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二胡演奏家、江苏省音乐家协会主席朱昌耀先生，掌声有请。
下面让我们再以独唱和混声合唱的表现形式再次聆听这首经典之作，有请周磊和江苏广播合唱团的各位艺术家，掌声有请。
一部《红尘浮梦》，一曲《怀京岛屿》，经典的魅力永不褪色。行了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校方上台，给我们民乐团赠送纪念品，掌声有请。